把部门合同还给我了，为什么还要用你那2000块钱的工资来让我做他的助理？什么意思呢？我到底去不去呢？去，当然得去了。我给你算了一下，如果你转成正式的话，一个月至少的月薪是15000，而且呢，你做他的生活秘书，你吃在他家，住在他家，你每个月至少能省掉一大笔的生活费呀。而且你还可以学到高层的管理技术，认识一些高层的社会人脉，说不定将来你还可以开自己的武术班呢。好处太多了呀，不赔管事。听着你好像还挺靠谱的。是，你说我是他的儿媳妇，我去给他当助理，那他要是不为什么我，那怎么办？我多没有面子，我就没有自由了呀。自由？你想什么呢？拜托，你的小脑瓜里每天都在装什么呢？怎么就不开窍呢？你看前面那个帅哥，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没钱，没钱你还要什么所谓的自由啊？少着稀有品种呢。哎，我现在心情很复杂，我很难受，你干嘛说这个呀？你难受，林小贤，你拍拍良心好好想想，他作为一个男人，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事业，甚至放弃自己的尊严，而你还有什么资格放弃你婆婆给你的高薪呢？我也不想让他这样啊。对，所以你就为了你所谓的那点面子，拒绝你婆婆给你的优厚待遇，在这儿扮演高风亮节，然后让别人来替你跳过坑，是吗？说什么呢？那又不是我逼他这么做的。表面上看起来他是自愿的，但其实就是因为你骨子里的软弱造成的。我明白，你说这些呢，就是为了让我接受那份工作。可是你不没有心里怎么想的？人呢，贵有自知之明。以你现在的情况，就是叫花子吃饭，想点菜，是轮不到你。你想吃什么，那
的看施主给你什么，你就得吃什么。喂，小陈，我喊你恭候。我有个哥们，他欠我5000块钱，但他今天非得花我10000块钱，你说他是不是傻？嘿嘿，哎，你呢？现在急着用钱，赶紧把钱拿走，知道没？啊，不说了，拜拜。那个工作，你去还是不去？不去。的时候，我去跟正道馆的人聊天，帮你打听出一点情报来。是吗？什么情报？那个梅超英过两天会把家里的司机、保姆、助理全都辞退掉。嗯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什么什么关系啊？我拜托，用你的小脑袋瓜好好想一想，他这么做用意太明显了，他是要让你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工作量，你会成为司机加保姆加助理，全能的综合类型角色。总之呢，你就是一无敌催本。没那么恐怖吧，小鬼？相信我的直觉吧，他是要在脑力和体力上给你实施双重的压榨。嗯，压榨就压榨吧，反正我已经想好了，为了乐宗，我一定要坚持到底。对，而你的目的呢，就是收了他。哎，干了！这位是我新进聘请的总裁助理，任小贤小姐。任小姐是非常能干的，她建议我们家里用不了这么多司机、保姆和园丁，她觉得一个人这些都可以搞定，所以呢，我必须辞退大家。3天之内，我希望你们把所有的交接工作给我做完。第4天，我希望你言必行，行必果，所有事情给我搞定。你不是挺能干吗？一个人能干我们仨人的活，还用问我？那话真不是我说的，不是你说的，谁信呢？哈，别总无缘无故的说那种话。算我倒霉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份离家近的工作，又被你给抢走了。拿着，去后院晾上，别拖地上了啊。
怎么回事儿？对不起，我要重新洗一次。重新洗一次？我们家电不要钱，水不要钱，人工不要钱呢。你是怎么跟他说的？我全交了，会不会的，就看他自己的悟性。再复述一遍。早上5点起床，准备一家人的早餐。6点，熨烫梅总全天穿的衣服。7点，伺候一家人吃早餐。8点，整套别墅地毯吸尘。9点，擦家具。10点，擦玻璃和大门。11点，准备午饭。下午，打扫院子，准备晚饭。听清楚了吗？哦，没有休息的时间吗？有啊，你只要动作快一点，不就抢着休息的时间了吗？像我那么快就行。这还只是保姆的工作，还有园丁的工作，修剪草坪、维护花坛、杀虫除草、消灭病虫害，还有司机的工作，每天必须洗车2遍，保证车况良好，随叫随到。梅总，我虽然有驾照，但是我没有上过几次路。那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听见没有？张秘书，梅总，换车你来开。不用吧，我开行，我开的挺好的呀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你开的不是一般好，太好了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哎呀，小贤，我谁都不服，我得服你。行了，我下车。不用，我要说话了，您不会扣我工资吧？不会。我不仅不扣，我还倒找你钱。换人！哎呀妈呀！把车门锁上。小贤，我想起件事儿，我要去见一个客户，你自己去公司检查一下卫生，还有考勤，走。哎，这打不到车。哎，我的包。小心鬼！我自己练一下了。高低一定要平，马步就一定要平。这个武术的姿势啊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姿势不到，发力就不够。对，什么叫马步？就是要……哎，停一下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对学员的讲解都是非常宝贵的教学经验，你应该及时的拍照记录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瑰宝，如果失传了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好，不错，来，跟我一起啊。
像啊，傻愣着干什么？录像。镜头盖儿。梅总，今年的印刷资料已经运到门口了，刚卸下来，有几百斤呢，是不是得找人去搬过来？这可你拍它干什么？哦，东西到了是吧？哎，好啊，任小贤，你现在就去把东西搬到这儿来。梅总，我刚刚听说几百斤，我一个人可能搬不了那么多，能不能让他们几个人帮一下忙啊？他们帮忙？你说什么呢？任小贤，他们是花钱到我这儿来学习的学员，是来学武功的，而你是我花工资请来的，你们的区别就在这儿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命令你去把东西搬到这儿来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干什么？别拍我呀！去盯着他，别让他偷懒。你好，我是正大馆的，来取货。这是你们的货物。这么多啊？对。值了，太慢了。我知道，可是这实在是太沉了，我要累死了。哎呀，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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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累了，我得歇会儿。你不能休息，梅总让你去办公室写商务请柬。我连歇一会儿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啊！梅总交代了，叫你路上穿。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哎呀，陈秘书，这里是200份商务请柬，梅总要求手写，再一份一份亲自送到他们手里。一个小时后完成，待会给你地址。快递都失业任小贤，你别再这么撑着了，行吗？这样你不舒服，我心里也难受。咱能不能这样？咱好说好商量，把这个1000你签完，咱就2000了。你痛快了，我也就不难受了，好不好？你愿意干嘛干嘛去，你。好。
不嫌累，你就好好干啊！我看能干到什么时候。谁怕谁呀？就急，就急，就急！我就急，就不急。看来你是不累呀、啊。明天开始继续加码。其实我挺累的，梅总。别叫我梅总，叫我梅大师。你把这角角落落都给我弄干净了，一会儿下来检查。还有，把晚饭做好。太狠了，做那么多大硬菜。嗯，我可使出浑身解数了，希望妈能喜欢。但愿吧。哎，累死我了！我现在就等着妈下来，我赶紧吃一顿饱饭。你赶紧起来，起来！怎么了？妈有规矩，在这儿，这张桌上只有我们家的人才能吃，外人得去工作间。我也是家里人啊。现在不是了，你现在就是我的私人助理。跟是我的儿媳妇没有任何关系。可你能说我不是你的儿媳妇吗？在我心里你不是。任小贤，你不要总在心里一直提醒自己，在咱们之间有个乐宗。乐宗已经不在了。他在，他只是没回来而已。妈，哥只是现在没有消息，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他就回来了。我有我的原则。在我这就守我的规矩，任小贤，我现在付薪水给你，所以你现在听我的。我们吃，你看着。做完了吗？厨房收拾了吗？楼上地板擦了吗？院里的车洗了吗？鱼喂了吗？任小贤，我雇你可是24小时工作的，这些事儿没做完你不能吃饭，明白吗？又偷懒是吧？李小贤，你别再嘴硬了，把他签了，签了你就解脱了，咱们也就两清了。你每天带着这个不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签的。好，不签，那就好好干，我陪着你。
这干嘛去啊？睡觉啊。上哪儿睡觉啊？我房间啊。错了，你现在不在那儿了。原来你是新娘，你在那儿，现在你在楼下楼梯间旁边的小房间，我已经让人给你收拾出来了。哦，另外明天早晨5点起床做早餐，7点钟我准时吃饭，一分一秒都不能差。好，我7点钟让您准时吃上饭，那我可不可以6点起床？不行，谁说了算呢？我说5点就5点。另外，千万不要抱怨起得早活多，要学会优选法，提高工作效率。晚安。晚安。监视我的吗？好心当作驴肝肺。你慢点吃。我能慢点吃吗？我都一天没有吃东西了，我干了一天的活，我恨不得把我的舌头都嚼进去。我妈她就这样，我跟你说，这几天她一定往死里整你。我已经感受到了，他一定会往死里整我的。但是，我只能在精神上支持你了。没事，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，谢谢你，姐姐。我应该做的。哎，小贤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妈这人她就是这样，你千，你慢点，你仔细听我说。我妈这人呢，她就是这样，你千万不要跟她顶着干，你越跟她顶着干，她越来劲儿。你坚持这几天，坚持完了说不定就好了。嗯，啊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今天你那个请柬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，好多客户打电话给我妈说，他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么亲切的手写请柬了。嗯，还夸你字迹娟秀。真的？嗯，我怎么没听妈说起啊？我妈这个人，她的嘴里从来没有一句好话，只有不停的啊。
天吧，我看见你妹在我们家吃。怎么可能？那我妈在家一手遮天，那个我啊，我哥的零花钱都是她给的。那这是为什么？哎，你妈有没有特别怕的人？我找她治治你妈。哎呦呦呦！对不起，你看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就故意的。那我帮你擦擦行吗？哎呀，别动，恶心死了！你看你看，我说我让你帮帮我妹，对不对？你不帮就不帮吧，你还找一帮手。哎，你弄一姑爷，我妹得多累，以后还得伺候她干嘛呀？我不是不想帮她，我没有办法嘛。勇敢下一次。
方式为你解开事与愿违，就算让我拼了命受伤受罪，我也不会让你留下半颗眼泪。在这世界上没有天使，只有爱与不爱的故事，而我发了疯的心血流不止，也不会让你和幸福消失。在这世界上没有天使，只有爱与不爱的故事，就让我为你再勇敢下一次。在这世界上没有天使，只有爱与不爱的故事，让我发了疯的心血流不止，也不会让你和幸福消失。在这世界上没有天使，只有爱与不爱的故事，就让我为你再勇敢下一次。